击打华林县昨天连续降下数小时的豪雨，导致山洪爆发。 Seorang lelaki yang membunuh isteri berusia 26 tahun dan bayi lelakinya berusia 3 bulan. The use of face masks in indoor and outdoor spaces is once again mandatory. On 27 June, Lopez announced that Peru had already entered a fourth wave of COVID-19. 吉兰丹州内已经发生22起校园食物中毒事件，并且导致1079人中毒。 Seorang lelaki berdiri di luar penghadang tepi sebuah jambatan. 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战争和气候危机接踵而来，对全球精神健康造成威胁。We are living through a global mental health crisis. Nearly a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millions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have a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Most of them lack access to treatment. Services may be unavailable or unaffordable. 精神健康问题是国人很少触碰及正视的课题。根据2019年全国健康和发病率数据显示，全国有2.3%的成年人面对忧郁症或心理困扰，而年龄介于10到15岁的儿童当中，有9.5%有精神健康问题。 现在虽然人越来越富裕，我们有车代步，有很多 technology 的发达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但是人越来越空虚，内心缺乏了那种亲近感，人都好像戴着面具来生活，不说真正内心想说的话，而这个就是导致人开始有那些内心的纠结。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没有被处理，所以一直累积下来哈，到最后可能他们就生病啊，跟精神上的病也好，或者是身体上的病也好，所以生命关怀的部分呢，就是比较多去看到他们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个感染户去看到他生命中他需要去处理的事件。所以希望通过处理这些事件之后呢，他的心灵上有得到一种平静。当生命即将到达终点。 人们心里难免会有不安和恐惧。慈济志工陪伴着病患及家属，解开一个又一个的心结，以同理心聆听他们的感受，借由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汇，让彼此体会生命的真谛，进而化为成长的契机。 2000年正月，王秀才被证实患上卵巢癌，医生宣布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再加上刚经历母亲与丈夫的相继离世，王秀才当下承受着身心灵的双重打击。我开刀推咗出嚟啊！医生讲俾我听，我中咗癌症啊！我好似成个天冧落嚟咯。 成日都谂我系死亡嘅人，我乜嘢心情都冇，唔想做嘢。我们呢真的觉得很难过，因为对我来讲，我们是很疼我这个姐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里人每个成员，我们的情绪真的很低。 王秀才的妹妹王秀桦在电子工厂上班期间，结识了一位同事，恰巧是一名慈济志工。得知王秀才家庭状况需要支援，她便接引了心联居家疗护团队的志工前来关怀。王秀才也就成为了该团队的第一个心联个案。今天那时候，她就哭了，跟我讲，说又要连累我在那边顾她。这是姐姐的。 那我就跟他讲嘛，有什么年龄哦，最主要他去那边他会觉得舒服，他心里的舒服比较重要，心里舒服，只要心里不舒服就压在这里，整天来。啊，我妹妹去验过，我没有得睡的，我都怕。 我这样大只，这样胖，怕什么？当时我真的起了疑问。
我的家里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实际到底能够帮我些什么？师兄师姐去了吉隆坡马代医院跟我姐姐庆祝生日，真的实际给我了很大的力量，我真的很感动，我很感恩。在我很无助的时候，实际的人就出现了。熟悉的人和师父地看我，就一这么开解我了，说生老病死这个过程，我们人生是必定不免得的。他说你没有想去，你就慢慢会开朗，会过着快乐的生活，对你的身体对你健康都好的，很大的帮助。他说很多道理我听，那晚聽就話，我整個心啊鬆咗咗。2004年9月14日，黄秀才离开了人世。对于心联居家疗护团队的志工以及李明芬而言，第一个关怀个案的往生并非结束，而是慈济志工承担的开始。他的心理要求是心理敏感，然后呢？慈济志工每年需要出席至少10堂课，每堂课8小时的培训。以提升志工的心理健康及素质。我们比较更重视的就是看到他的内在，他的这些思考模式啊，甚至是他的情绪啊，还有他的一些期待跟渴望。这个是我们会给我们的志工训练咯。我们的志工呢，上课的时候学习这些佛法之后，怎么样可以让自己静心下来？当我们去看病的时候，才不会带着自己的各种烦恼、各种执着。各种偏见去跟病人的一个互动。性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的一项研究表明，大约有90%的成年人对生活深感遗憾，导致生活质量逐渐下降。每个人的生命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后悔和遗憾，而处理遗憾的方式是你我的必修课。大家晚上好，今天我用短短的30分钟和大家分享这些病痛的背后到底是有什么情绪导致的。身为资深脑神经及内科专科医生的姚玉美，长期钻研能量医学及身心灵相关的研究，也有多年的临床经验。她相信心灵上的变化能一定程度的改善病患的疾病。心存感恩，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我在帮这些病人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些记忆它可以被归类哦，就是有几种记忆。有很多人他的记忆的伤痛是失去亲人，因为有一些他会形成一个信念，爱我的人都会不在，没有人会爱我了。这些伤痛哦，没有真正被处理。临终关怀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给他陪伴，其实更重要的是给他心灵上的提升，就是看他内心有没有什么牵挂的。有时候把内心的隔阂、内心的纠结放下，那个也是一个圆满。哎，妈妈，阿弥陀佛，最好是好，楼上有动到，不敢动啊，还没有动，还没动，还只是在这一边，这个外面就已经坐整天。师姑找一个地方跟你玩耍，要不要？我带东西来给你玩啊，这边可以吗？这个桌子，这里可能有蚊子，要紧要紧，这边很亮嘛。李思贤在2016年罹患鼻咽癌第4期，脾气变得暴躁的他，更是把家人拒于门外，只留下年仅9岁的小女儿陪伴在身边。无奈之下，姐姐只好请求慈济志工协助关怀。
那次去的时候，我们带着的心情是有一点怕，然后我看到他是一个很孤单，因为整个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躺在椅子上，然后一直擦着鼻涕。我走过去，我去摸他的手，因为他会觉得他的样子啊，这边肿起来，嘴歪了，流鼻血，很多人看了都会 stand back， 怕他。把我这样子去接受他，我是觉得那个是他最能打消他的心的咯。身体的疾病导致李思贤的口齿变得不伶俐，而长期待在父亲身边的小女儿成为了父亲与慈济志工之间的沟通桥梁。然而在带动女儿表演《一家人》这首歌曲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小插曲。我是想说，我需要找他，我们叫做生命里面的重要他人。重要他人就是说他 emotionally 很 connected 的人。那直到唱那首歌唱到一半的时候 stop 我，他讲都是骗人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家人，他就很生气这样指着我。面对李思贤突如其来的情绪宣泄，也考验着慈济志工的临场反应。生死当前，找到导致情绪起伏的真正原因，是慈济志工们的首要任务。也要明天就到跟不高兴你啊，到跟到的高一别就不好了，一两个就明天了了，不要走了。一到的老少规矩，那看呐，到跟这社会不老啊，身边老给老啊了解。赛敦的小儿子赛赛一岁半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肾衰竭。慈济志工尽力抚平赛赛父母即将失去孩子的不舍心情，也开始规划赛赛圆满生命之旅。那你买以前有去服务的吗？哈，马师姐，我们到了，我们出来了，你在外面两趟，我上你的车了。Baby， 都睡不好，你睡不好吗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与病魔搏斗一年后，最终赛赛还是不敌病魔离开人世。从怨天尤人到坦然接受，这一路上慈济志工从不间断地陪伴着赛赛的父母亲。虽然难过，但他们坚信菩萨对赛赛做了最好的安排。Just 2 minutes, half hour.
猪流大半咧，买好以后，我个买好，我不要来喔，买好买好。赛赛的爸爸他会比较多，就是不想谈这个话题，所以我们志工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就给他一直在去面对。其实他也很感恩赛赛和感恩老天爷，因为给了他多一年的时间，他能够做的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好好的陪伴赛赛。他很快就恢复他的那种心情啊，他不会对这个爱很执着，他是用那种很真诚的、很祝福的爱给孩子咯，看到他们的平安自在的嘛，所以让我们觉得很敬佩哦。反而他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哎，爸爸还没有出，拜拜，我也是飞机高黄姐，啊，两根两根，那飞机还是不是一两万的哎。I studied to Buddhist language.Give them my soul, training for my soul. Not happen all one, and this is natural. Everybody is a maybe one day dead. 从今到过去，我感谢感谢路啦 ，Thank you so much. 我是妈妈，你高兴吗？这一天是李思贤的生日，慈济之工为此特地邀请了前妻和女儿一起庆祝，也借由母难日让李思贤给母亲奉茶。还有对你的爱，哦，这是孩子奉给奉茶给爸爸，来，来，接吗？接了，嗯，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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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交给爸爸，一个人，一个人，那时我就 take 一个 risk， 我在唱一家人，然后时候我就看到思贤其实在流眼泪啊。过后我就问思贤说，诶，是不是你觉得你的前妻和你的女儿才是你家？他讲是啊，还有你们慈济人，你们也是我的家人。所以我就看到他是开了，他的心就开了。那个时候他捧茶给他妈妈的时候，就是把他们整个家庭那种纠结啊、是非啊给他融合啊，然后妈妈也很感动。感觉一定要听落去，其他人无我看伊就袂做到安尼款。谢谢你们。五天后，李思贤往生了。逝者已逝，生者还是要继续努力的活下去。这一个，嗯，跟师姑说，你看到这张卡，你想到什么？是你想念的一个人吗？谁？爸爸。爸爸。想念的时候会哭吗？嗯，有跟爸爸说话吗？慈济之工依然用爱陪伴着他的家人，也引导李思贤的幼女正视失去父亲的悲伤，学习接受转变。那这张卡是代表什么？晚上睡觉前，我在房间里想爸爸，会哭，会跟爸爸讲话，我很想念他。师姑有说哈，想念爸爸哭是 OK 的，可以哭出来的，哦，因为阿姨真的是很爱爸爸，对吗？嗯，爸爸的爱在哪里呀？爸爸的爱在心里，爱婆婆。爱婆婆哈，婆婆也爱阿姨吗？爱。爱哈，那在一起要怎么样？可以大大声讲话吗？不可以，不礼貌。没有礼貌哦，还有呢？可以推婆婆。我真的是觉得啊，像上人讲，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只有慈悲啊，慈悲所到之处，人人欢喜，人人接受。只要你用真心去爱他，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哇，就感恩心就会自然的而起。有这份感恩呢，他就有那份推动力，哦，源源不绝，就会去做。没有包。
慈济之工在一次次的访视中改变了李思贤一家人，圆满了他们的遗憾。志工的爱与关怀对逝者家属而言是跨越病苦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Hello， 我们到了，在楼下。我们到了。来来来，先生，你加班？那你加班？我我家婆婆嘛是一个咯，那箱会开吗？啊，那箱会开。当年接受慈济照顾的王秀化，如今也翻转手心，成为了慈济志工的一员。慈济有这个义务，是慈济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说你要参加慈济，所以今天我就进入慈济。但是每次我去看到个案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想起我姐姐讲的话，我把我自己投入在她的家庭里面，去跟他们沟通，去了解他们。其实最大的学习啦，对我来讲，我可以看到无常，这个无常随时都会到来，就是我们要警惕自己。就是从现在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要开始去关照自己，然后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不被旁边的环境、人事物影响你的情绪，哦，你的整个生命，啊，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的解脱生死，这个是我们要带给我们的感恩户跟志工。首先呢，又来第三，志工。有时候我们也是可以从别人的经历中学习，或者是映射他以前曾经经历的事情，而这个事件反而变成是可以疗愈他曾经过往的伤痛。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一个人的力量，因为当一个人被解救，就是他从负能量或者在负面情绪中解放，他就可以传播更多的正能量，他就像一个Rippling effect， 可以把爱传出去，像一个涟漪可以传出去，爱的能量是很大的。祝福你们，感恩。在一次次真诚的互动中，病者得到身心灵上的慰藉，而志工也得以拓展生命的宽度与深度，这或许就是陪伴应该有的样子。也就会啊。